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本期节目的内容是癌症发出的信号传出去，让更多人预防。一、癌症不能在弱碱性的人体中形成。二、癌症只能在酸性身体中形成。三、如果你有癌症，说明身体是酸性的。四、癌症只能在一个酸性的身体扩展。五、如果你的身体变弱碱性，癌症不能扩展。六、如果你能平衡你的身体 pH 值，让你的身体转变成弱碱性，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癌症，都有转变和被治好。七、不管你的情况多么糟糕，哪怕只能活六个月，如果你能转变你的身体 pH 值到弱碱性，你的癌症就不会扩展，就会好。八、不用担心你的家族中的妈妈、爸爸或任何人有癌症，只要你的身体是弱碱性的，你不会得。如果你已有了，它将会转变。九、癌症都是酸性体液中生成的，没别的。如果你的身体是酸的，你就会得癌症；如果是弱碱的，你就不会得癌症。如果你已有了癌症，只要你能调整你身体的 pH 值到弱碱性，癌症就会离你而去。预防癌症的秘诀十分简单，就是常吃碱性食物，以防止酸性废物的累积。因为酸化的体液环境是正常细胞癌变的肥沃土壤，调整体液酸碱平衡是预防癌症的有效途径。 A.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吸烟，世界卫生组织预言，如果人们都不再吸烟，五年之后，世界上的癌症将减少三分之一。其次，不酗酒，烟和酒是极酸的酸性物质，长期吸烟喝酒的人极易导致酸性体质。B. 不要过多的吃咸而辣的食物，不吃过热、过冷、过激其变质的食物。年老体弱或有某种疾病遗传基因者，酌情吃一些防癌食品和含碱量高的碱性食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C. 有良好的心态应对压力，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疲劳。可见压力是重要的癌症诱因。中医认为压力导致过劳体虚，从而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体内代谢紊乱，导致体内酸性物质的沉积。压力也可导致精神紧张，引起七志衰郁、毒果内陷等。一、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多加阳光下运动，多出汗，可将体内酸性物质随汗液排出体外，避免形成酸性体质。一、生活要规律，生活习惯不规律的人要彻夜唱卡拉 OK、 打麻将、夜不归宿等生活不规律，都会加重体质酸化，容易患癌症。应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保持弱碱性体质，使各种癌症疾病远离自己。 F. 不要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如被污染的水、农作物、家禽、鱼蛋、发霉的食品等，要吃一些绿色有机食品，要防止病从口入。酸性体质是人体大量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食物的结果。常见食物的酸碱性、强酸性：蛋黄、乳酪、白糖、西点、柿子、乌鱼子、柴鱼等；中酸性：火腿、鸡肉、尾鱼、猪肉、鳗鱼、牛肉、面包、小麦、奶油、马肉等；弱酸性：白米、花生、啤酒、油炸豆腐、海苔、文蛤、章鱼、泥鳅等；弱碱性：红豆、萝卜、苹果、甘蓝菜、洋葱、豆腐等；中碱性：萝卜干、大豆、胡萝卜、番茄、香蕉、橘子、香瓜、草莓、蛋白、梅干、柠檬、菠菜等；强碱性：葡萄、茶叶、葡萄酒、海带、天然绿藻类。海带可以说是清碱食物之王，多吃海带能有效调整酸性体质，所以平时常感到劳累、疲乏、浑身酸痛的话，不妨多吃海带。此外，人们常说喝茶能解乏，除了茶叶中的兴奋成分外，
茶碱能中和体内的酸性物质，也有缓解疲乏的作用。再有素食是最好的方法，只要坚持素食一段时间，身体自然就会变成碱性体质。哪些人的身体容易发酸？熬夜一族，晚上一点以后不睡觉，人体的代谢作用会转由内分泌燃烧，由内分泌燃烧产生的毒素会很多，会使体质变酸。通常熬夜的人得慢性疾病的几率会比抽烟或喝酒的人都来得高，所以每天尽量在晚上12点以前睡觉，不要常熬夜。若非要熬夜，一星期以一次为限。熬夜时不要吃肉，尽量吃碳水化合物，这样隔天才不会很累，可把伤害减至最低。宵夜一族，凡是晚上8点以后再进食就可称作宵夜。吃宵夜隔天一疲倦，爬不起床，但也会受损，因为睡觉时人体各器官活动力降低，处于休息状态，这时让食物留在肠子里会变酸发酵，易产生毒素伤害身体。早餐的逃兵，一天三餐中早餐最重要，但许多人不吃早餐，一早空着肚子，体内没有动力，会自动使用甲状腺、副甲状腺、下脑垂体等腺体，如此易造成腺体亢进，体质变酸，长期下来易导致各种慢性病。进食一族，少运动且整体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最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吃的少又刻意选择很精致的食物，少吃粗粮，这类人的肠子老化得特别快，肝功能也会变差，还变是黑色的，而且常会便秘，因为精致食物缺乏纤维素，会导致肠子功能变差，甚至萎缩。你所吃的食物变成了毒素，使你体质变酸，慢性病也开始了。癌症让许多人觉得恐怖，但并非完全不能从它的魔爪下逃离。美国网络医学博士网站近日刊出美国癌症协会专家总结出的男人和女人最容易忽视的癌症症状，提醒大家要抓住癌症的蛛丝马迹。因为有调查显示，与较晚晚期病人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只有10%到30%相比，早期癌症病人正规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能高达70%到95%。这些前兆中，男人和女人各自应注意的分别为2个，应该注意的共有13个。男人应该注意的：一、睾丸变化。睾丸癌多发年龄段为20到39岁。美国癌症协会建议男性每月应自我检查睾丸情况，包括睾丸大小变化，出现明显的肿大或缩小，阴囊内出现包块、阴囊锥痛感等，有问题应及时就医。特别是感到阴囊锥胀，感觉里面像是放了一个煤球，并持续1周以上，要马上找医生诊断。这是睾丸癌最典型的前兆，需要进行血液检测和阴囊超声检测。二、小便问题。随着年龄增加，男性小便问题日渐普遍，尿频、尿急或尿不尽较常见。如果症状加重，特别是小便有强烈的紧迫感，应警惕前列腺癌，通常应做直肠指检，医生会告诉你是否前列腺肥大，它是前列腺癌的主要症状。女人应该注意的：一、腹胀。很多女人认为腹胀极为常见，不必大惊小怪，但是这可能是卵巢癌的症状。天津市肿瘤医院肿瘤预防医学中心主任刘君田介绍，腹部持续肿胀，有压迫感及疼痛，肠胃不适，出现进食困难或极易有饱腹感，持续数周都可能是卵巢癌的征兆。二、不规律出血。美国肿瘤学家戴利博士表现，月经周期之间的阴道异常出血及大小便出血很容易被女性忽视，它们很可能是妇科常见癌症子宫内膜癌的一大征兆，有至少
四分之三的女性由死症状后被检查出患上了子宫内膜癌，而大便出血、子可能素结肠癌的症状。男女都应该注意的，一、乳房硬块。乳房癌不是女人的专利，男女都应该积极预防。女性如果发现乳房皮肤发红、有肿块，就要分外担心。尤其是乳房出现皮疹，并且持续数周不退，必须去检查。肿瘤学家汉娜·林邓博士说，此外他指出，肺哺乳期的女性乳头凹陷，并且常常流出液体，也是不好的信号。对于男性来说，如果乳房皮肤起皱、乳头收缩或不对称、乳头大小和形状改变、乳房红肿、出现硬块等，都是乳头发炎的表现，也是乳癌的症状。刘俊田进一步解释，这种乳房肿块一般不疼，但会逐渐变大，而疼痛。美国癌症协会表示，随着年龄增加，身体疼痛会增多，但是身体某部位莫名出现疼痛并持续一周以上时，应尽快查明原因，因为无缘无故的疼痛可能是癌症征兆。比如长期腹痛是大肠癌的征兆，胸部疼痛可能是肺癌引起的，骨头酸痛则可能是癌症转移的症状。刘俊田指出，胰腺癌会表现在上腹区，如脐肿或右上腹出现顽固性钝痛或绞痛，可阵发也可呈抽搐性，通常会逐渐加重，向腰背部放射。三、淋巴结变化。林邓博士表示，不管身体哪个部位，尤其是腋窝或颈部出现淋巴结肿大，切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淋巴结持续增大超过一个月，则很可能是乳癌或脑癌等症状。四、发烧。发烧一般由流感、肺炎或其他炎症所导致，然而不明原因的发烧就可能是危险征兆了。美国癌症协会表示，癌症扩散至身体其他器官时，通常会导致发烧、淋巴结、白血病等。血癌也有发烧症状。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科主任徐志健补充，淋巴结在早中期会表现为持续低弱，体温在38摄氏度左右，但合并感染时则可能高烧。必要检查包括一框冲透、CT 扫描和磁共振检查等。五、体重莫名降低，不用费劲就能减肥的确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一个月内既没增加运动量又没减少饮食，体重却莫名其妙下降10%，那就应该及时就医。体重急剧下降、厌食、反复腹泻和便秘是最常见的肺癌、胃癌、肾癌及大肠癌症状，对女性而言也可能是甲亢。六、持续腹痛且伴抑郁。美国癌症协会官员莱昂纳多·里奇顿·费尔德博士表示，如果腹部持续疼痛且伴有抑郁症状，即可能得了胰腺癌。因为专家发现抑郁与胰腺癌关系极大，其他症状还包括黄疸或大便呈反常的灰色。七、疲劳。一般来说，感觉疲劳是癌症已有所发展的征兆，但对于白血病、肠癌和胃癌来说，可能发病初期就会感到疲劳。癌症的疲劳和普通疲劳有什么区别呢？美国癌症协会专家表示，普通疲劳休息一下就会消失，而癌症的疲劳无论怎么休息都会觉得很难改善。八、咳嗽不止。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赖尼托·米歇里博士表示，如果莫名其妙的咳嗽持续不断超过3到4周，就应该及时看医生，有可能是肺癌或喉癌的征兆。九、吞咽困难。里奇顿·费尔德博士表示，长期的吞咽困难可能是喉癌、食道癌和胃癌的征兆，应该尽早接受一光冲透或胃镜检查。
所谓吞咽困难，刘俊前介绍，一般指进食时出现中鼓后疼痛，食管内有异物感。有人即使不进食，也会感到食管壁将有塞液、碎片或米粒样物贴附。吞咽下食物后，会感到食物下行缓慢，甚至停留在食管内。十、皮肤变化。美国费城福克斯三四癌症研究中心肿瘤学家玛丽·戴伊博士提醒，皮肤突然出现斑块或者色素沉着，并且变化明显，都可能是皮肤癌的征兆，观察几周后就应该立即就医。另外，无论年老年轻，一旦皮肤突然出血或者出现异常套落，也应该去看医生。十一、异常出血。米歇里博士表示，便血除了痔疮外，很可能是肠癌的症状，必要时应该接受结肠镜肠癌筛查。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陈山也提醒，44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除女性青肌之外，如出现无痛尿血或排尿困难，应警惕膀胱癌或肾癌。肠癌除了便血以外，如果肿瘤生长在靠近肛门处，还可能出现大便变细、色素增多等症状，甚至引起大便困难。十二、口腔变化。美国癌症协会指出，吸烟者要特别注意口腔，其舌头上出现的白色斑块，这可能是口腔癌的前兆。黏膜白斑病。十三、消化不良。男性，尤其是老年男性以及女性，孕期除外，长时间不明原因持续消化不良，可能是食道癌、喉癌、胃癌的症状。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喜欢的话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收看，再见。